还是红豆的哦。看我今天要尽快吃好。红豆，谢谢。然后一个芋头，对不对？在中国大陆各地就是工作的，然后跟我爸今年就咽喉癌，然后要化疗，然后就想要回来一起帮忙。有三种内馅，有 cheese 或者是红豆紫米的跟芋头，然后上面的话就是手工的那个汤圆，然后它手工汤圆蒸完都会像麻吉一样的口感，上面的话会有一些就是像那个八宝粥一样的那些食材，就它蒸完之后会比较香，然后那个壳是用。我们有混合四五种面粉去做。红豆，谢谢。